哎，这个小强同学这个奥特曼卡包可真多啊，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这里怎么没有火影的卡包？你看一盒都没有发现，难道小强同学不玩火影的卡包吗？来，我们去问一下他哦。嗯，哎，小强同学你在干啥呀？霸王龙，我在玩这个地铁跑酷。在玩地铁跑酷啊？嗯。小强同学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啊？就是你开了那么多奥特曼卡包，难道你没开过火影的卡包吗？啊，谁说我没开过火影的卡包啊？火影的卡片老稀有了。你火影的卡片老稀有了啊？难道你开了很多吗？对啊，我是。这边有没有稀有？这些的话也全是 SP 吧，一些普通版啊。对，这样子啊。还有正面就是最不得了的了。哦，这个雏田啊。